首是新歌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阿给哈》。阿给哈就是指在夜店流连的漂亮女生，就是在日文它就是燕尾蝶的意思。然后就是我们在新专辑里面做了一个崭新尝试的歌曲，这样。太好听啦！送啦！下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二首歌，非常谢谢大家。这首歌叫做《不再是少年》。